二十年前去。啊，你有没有中文称呼？我是康牧师。康哦，哦，康牧师，哦，康牧师。康师傅。啊，你是师母。哦，啊，你他是儿子。对。哦，那也好，也好。那你现在又有一点好像那种，大家都一直无法接受，就是说转型太快以后，台湾这一块土地，它现在又在萧条。萧条就是为什么会萧条？就是现在的景气不好，没有以前转型那么快，好像这样子的机会给人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，是老人是年轻的人都很重要，因为他们真的需要了解他们的背景，他们需要明白他们祖先的生活方法，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。我们现代的人，我们常常就是看我们现在的事情，我们看我们可以赚钱什么的，我们会漏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样，还是你们怎么？我喜欢你喊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学校团体来，他们一定要动手。体验，体验，对呀。他刚刚在那个在玩，有没有在看牛？有，都会保存。他们现在也懂得怎么样去保存。美国朋友他们是这样跟我讲，那是不是这样？我是不知道。他们以前好像很多东西都比较有重工业进来了以后，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太笨，效率不好，他们都不要。但经过这几十年来，他们发展说，哎，这个都很珍贵，祖先留下来，他们还是一样，跟我们的想法都会变成很接近。旧的东西，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旧的东西比现代的东西还贵，因为人都觉得有价值。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乡村饮食，让人家可以来拍照，然后可以来加又体验。来透过这个体验里面，它变成一个产业，那个产业可以帮助社区它能够成长，让青年可以返乡，不然这个地方太萧条，能找不到生机。然后透过我们这样努力，哎，每个月都有好几千人次他进来，慢慢他会连接整个新北地区，他每个月可以进来好几十万人。我们是希望这样努力啊，这样很快就达到我们的想要。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好。牧师是想要跟我们捧场，是不是？啊，支持。试试看。啊，这个牧师这个都不加防腐剂，还有要冰在冰箱。OK。好。对，这个比较健康。谢谢，这是天然的，好，我包一下哈。好。谢谢，谢谢。对，那个又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哈。仓库哈，它有两种，一种圆形的仓库哈，就是属于叫做林，啊，四方形叫做仓。林属于林，哦，属于林，又不一样。这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哈，好。